备婚的一个故事。哦，关公的故事。多少集结？今年咱收音，备婚时间少，咱关心备婚啊，咱有有偶像集结少。哦。偶像集结啊。哦，是真正千古难忘的。千古啦。咱知影关心备婚的，可能咱厝内拢捌听。即摆足侪咱台湾遮庙宇呢，拢有够服侍，哦，拢有关心备婚的庙。就迄个咱迄个咸水古庙，哦，以为主神。那咸水咧，即摆办风头的当中，哦，关心这办风头。哦，听讲较早咧，哦，有温热的时阵，哦，诶，关心备婚的天神，哦，伊在讲，天水温热。啊，我若咧出巡的时阵，恁后壁一定头甲放的。哦，啊，到尾当中看街面场的温热，哦，迄是咱关心备婚因咱咧服侍当中。鞭炮又消毒了，啊，足侪传说啦吼。啊，即摆我来讲伊有有偶像之别的故事，三公演义内底的故事。那么这足侪啦，伊即摆咧是玉皇上帝第十八代，哦，真正还是咱天公啊，咱的啊，咱老母娘的祖上，哦，拢祖幼上，祖上是关圣帝君，帝君幼上是富有帝君。有先做，哦，这是，哦，这是咱拢知影。嗯。啊，关圣帝君的，咱讲，伊具有偶像，啊，偶像就对啦。哦，咱先来讲人呐，人做的人，哦，啊，人做的人就是咱的慈悲心，哦，就是有救人度人的心，这个是慈悲心。所以讲，咱即摆若要做人呢，就是救人度人，这是上好的一个天天。那么关圣帝君的。就是花用控制，花用就是花用刀，在花用刀的当中放招何可？因为伊是敌人，若要讲两军对立的时阵，那么呢，啊，伊就是哪，哦，伊就是啥，哦，必须爱甲排，还是安怎？哦，伊过去咱关城地军一直是伫，哦，伊有劳力当中呢，有助伊成长，哦，伊遐当中，伊呢，哦，伊真正的。做英雄，当然呢，伊咧做义气，哦，伊有富有忠义之心，所以讲嘛有仁慈的心，所以讲花容放泽才有一个典故。花容放泽就是讲，啊，做出走来到遐是啥上尾啊十啦，哦，伊若关心这个了了，若讲探龙出门，探龙出门就是咱人讲倒顶咧泥缸，倒顶咧泥条缸啊。足简单个就对了，啊！伊来看，哎，做出来到遐，伊讲讲兵马拢困乏，哦，拢疲空力尽的当中，已经无还手之力啊。所以讲，你个了是足容易个代志。哦，啊！伊关公呢，哦，真重义气，哦，重义、重仁、重义啦吼。啊！伊当时个诸葛亮军师个时候，派兵大拢派了了，啊，独当呢关圣帝君无安排着。关圣帝君讲，啊，我是做无能力的，啊，你太拢无甲安排，哦，伊做无能力，就是做无能力，啊，伊嘛知讲伊做无能力，所以讲呢，啊，伊无甲安排了呢，关圣帝君呢，哦，咱关公呢，哦，伊就介问啦吼，好时啊，我煞无安排着，伊讲哦，我今仔安排你的时阵，你无法度完成任务啦，这任务无法度完成了，这是啥时做啦？哦，所以讲咧，我无爱安排着，啊，即马甲急一个咧，讲好，啊，无来入迄个军营庄，哦，军营庄就是讲哦，提前入军营庄咧，若无完成任务，就是爱斩头啦，哦，就爱斩首时将，这名爱袂咧，哦，哦，啊，同时咧，伫个东华当中咧，军功咧，哦，要去诸葛亮入迄军营庄入迄块地咧，这就是义行的一个啥组织，就是爱实行啊。就袂使咧，哦，袂使有反调的余地啊！啊，怎啊派关公咧？哦，领兵咧，怎啊去伊个上尾啊？迄个华容道遐，咧担责出来。因为诸葛亮咧，伊迄地位做好，会当算甲讲哦，即个敌人走到尾啊，走对这条路来。所以讲哦，就是领他呗。好准的啦，这真正有影，到尾啊，做出来。无几个人尔，哦，啊来看遮人讲哦，鸟鼠入乌江，啊，稳当当到遮尼哦，
走袂去就对啦吼。所以讲咧，这个时阵真正有影，迄、那个做错咧，来到位的时阵，啊，看到大家四下拢无人，伊就拄啊哈哈大笑啦，因为前阵吼，已经笑不来今年啦，笑不了话啊，大概吼。那咧笑的时阵，大家拢在咧笑啦。讲哦，我主角川夫，伊拢甲念，我主角川夫来甲念，甲讲出歹听，唔过啊讲主角袂安怎。我若是主角川夫的时阵，我一定会只买好一个冰。哦，无，你只得，你只哈，我头到有食着啊，谢谢。啊，你遐当中呢，迄个啥呢？我若是主角川夫的时阵，哦，我一定会只买好一支冰美当中，甲哪吒哪吒炸了，我一定走袂去。啊，所以讲。伊就不然滴吼，笑不了话啊！大概拢说到准准准，伊咧步上吼，伊若咧笑的当中，迄个做出来咧笑咧步上吼，伊咧手啊就咧惊啦，吼，迄个话啊，讲啊你茫笑，你若笑的时吼，笑咧到地后拢有排五零码，你只要你敢排，啊，即下来到迄个花样，也是同款，看四边拢无人，伊搁自家穿，啊，即下来伊笑，啊，啊，伊坐啊听咧笑咧啊，我心想惨啊！主角伊个咧笑，即声伊个凄惨嘛，啊真正笑笑声袂，啊袂煞了尔，一日个心内个出来啊，微笑一关在上，那也是关上关公就对啦。我按关公暗面嘛吼，举一支车龙剑元刀干啥呢？哦，威风凛凛，啊哥咧出来无半年，刀哥手伊后壁，惊一个吼，真正笑袂出来，做错哦，来讲哦，哦乱迄个乱。笑袂出来，迄个，伊个歌啊，到尾惊到喘着对啦。所以讲哦，若做错哦，咧笑的当中哦，就是吼，遐歌啊，到尾想讲话一声凄惨啊，真正笑声袂出来，真正关心底，关公要出来啊。一声真正，他拄仔讲的你要起床，稳当当，走袂去。那关公若无放你走的当中，你做袂。所以讲呢，伊上尾啊段当中上吊啊嘛。拢无力啦，拼到拢无力啦，所以讲来到遐个时，一声吼，一个就，吼，来讲手热的时阵，就甲吸来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迄个做做吼，一声分安那分一步啦，开始咧讨人情啊，都无路用，你干来笑，啊笑笑了，看一声吼，惨啊，只走袂去，讨人情，讲哦，分分钟啊，伊当时。都可能我遐个时阵呢，我上尾紧落尾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搁送你美女，搁送你一大堆个物件，搁送你车通嘛，吼，开始咧讨人讨情，开始讨人讨情，啊，关公个软心地吼，反正容易去，所以讲呢，伊嘛想讲咩吼，要报回报落伊啦吼，啊，到尾也讲好啦，迄个习惯也摊坏啦，反正当然死都死啊，所以讲呢，咱。过去的修炼，伊会经过这个大考验，哦，啊大考验，伊就会当大成就，哦，过去的祖师嘛会安尼，经过大考验，就是会成就，哦，大菩萨的大圣人，哦，啊，事实嘛是真正呢，经过这个大考验，哦，伊甘愿伊家的性命落来，哦，将这个做成，我也帮我走，啊，无法度，哦，因为伊是重情、重义、重义，哦，一个佛祖。哦，虽然是无心汉，虽然是武将，但是伊嘛有一粒仁慈的心，所以讲花容放泽，显示着待人的一个精神，不是待人物的精神，待人处的精神，就是佛菩萨的精神。所以讲呢，这是咱桃花的所在。这就是公平，哦，这公平。一呀、啊，咱即马咱迄个咱以儿性等，咱这迄个根本是。坚韧的，你看拢成就大事，拢是哪？以字头，啊，事实嘛是字，因为遐字当好就是手字，哦，提好提提就是咧讲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啊，显示伊的精神。那么分成这几种义务，伊嘛有做出来，哦，迄、那个做出来，上尾经、下尾经、上比如上那，伊拢袂甲感谢。哦，各种的工，做出上面一只托车通嘛，就是咧过去啊，离步咧坐一只车通嘛。哦，啊，车通嘛咧，我道理做出手头到尾啊，转上哦，啊，关公的时阵，
啊，感恩不尽就对啦。迄个做做讲是安怎？我送你遐济物件，啊三日一小的，五日一大，连上尾银落尾银，你都无遐感谢。独独我送你这只物，遐感谢是啥物原因？伊有咧做好事啊。阮讲着啊，讲讲，因为我来你这个当中是暂时，哦，住伫你遮，互你收留的。我是含含无含着，哦，伫遮当中，伊讲哦，我伊我连等候机会，等候我知影，我先成长到比你做一个所在当中。我是因为你有这只车头马一条，千里也用八百这个能力。我若有一天我知影我成长的去处呢，我就要去追随伊，我就要去找伊啊呢。是安尼，我咧甲你感谢呢。哦，我做做听者，我心肝里念伊就对啦。是讲哦，伊咧甲我感谢，一定是好代。结果是为着要哦，感谢我送你只车头马，会当进行千里的赶紧去找伊的营长啦。哦，是安尼啦，这就是现实的。千里顺行，千里找兄，就是咧演示着完成底本的意啊，哦意啊，讲手足之意。你看这中，因咧是只桃园三结义嘛吼，因咧是义生的兄弟，后壁元丰、张飞，哦，这三人的三位就是义生、义生的兄弟，所以讲因演示出来就是咧讲义啊。啊！你一波从中无正中，关怀中就无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迄，反正就无人听哦，一出，后摆伊就会阁继续讲啦。因为即我即属于着小可诶，后摆会阁讲较精彩。啊，来来，你拢大家拢会知吼，因为我即客串的尔啦吼。即嘛是伊讲完，来讲礼，吼礼礼就是礼，就是咱啊咱顺序讲完。礼者礼呀，哦，礼就是讲一礼有礼走遍天下，无礼出宫。咱用迄个礼，道理的礼啦吼，哦，有礼道理啊，大家每一工拢爱站前头，这就是礼。哦，礼就是礼嘛，拢大家拢有礼，所以讲这个行为咱做会出来。啊，那迄个元修人，他有可能会动头，他若无对边去，你若看到人，伊嘛无对边去。哦，这个这个方面哦，这个无理，无理就无理。哦，咱拢有真像伫咱台湾啦。哦，咱哦，这过节来，大家哦，有诶，真卡哦，足可惜，朴素诶啦吼。哦，足朴可惜诶吼。所以讲咧，哦，大家拢会请安问好啦吼。大家好，老早哦，拢会安尼吼，搭一个头吼，有熟识啊，啊，有熟识也好，无熟识也好，哦，搭一个头，问一个好诶。哦，相见欢嘛吼，是不是？礼，礼就是礼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在讲这个礼当中，就是啥？男女有别，这嘛是礼。哦，来讲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嘛是爱有礼啊，是。哦，啊，这夫妻相敬如宾，这嘛是礼。哦，所有一切礼的范围之外，那么在讲礼，哦，啊，迄个啥呢？诶，员工重视啊。哦，保护两物件说到过年做事遐个时阵，哦，啊伊做出咧，哦，伊有呾心怀鬼胎就对啦，哦，伊别有居心呐，伊另外有作用。哦，伊厝是无咧，哦，房间是无咧，啊，一下关叫因两物件说关社会，哦，老爹两位太太就对啦吼，甲安置。金房间内底，阿爸讲想讲，阿这边怎？人就用安尼，阿爸要安尼落去住，无变怎？伊讲哦，无，因迄个兄嫂恁两个兄嫂哦，住迄个面床边，我住这桌，阿爸住迄个用迄个啥？哦，衫哦，迄个我住安内嘞，哦，一足达达，成就底，伊拢无困，不看不尊敬，哦，阿做错嘞，伊就是别有居心。暗时啊，走来头看，看伊会发礼袂？哦，看会对因两位阿嫂会有非分之心、非分之行动呢？结果咧，头往边看，敢有？哇，看一下，嗯，哦，阿哥讲甲出色，拢无发礼。哦，这成就变足简单。哦，就是啥，成就着礼啦，以礼以是的礼。哦，来，礼是着地位的地，那地位的地是甲别人地位相当。圣贤甲菩萨的地位嘛，好做好。安尼各位在座的地位嘛，好做好，会当刷
款得到，要行一条路，行这个道，哦，做了互人救了，这嘛就是菩萨的地位，不然地位哪做会出来？敢是安尼？其实咱拢有啊，地位头拢有啊，不是观光有尔。那么咧，地位若讲集中成地，哦，做出派迄个做人的十万大军。若要讲个十万大军的当中，可能哦，人讲不解寸哦，来军事啊。但是观光呢，讲无畏惧，也无紧张，啊，也无彷徨，也无讲哦三心两意，集中成地，哦，啊，看探听到迄个日军的当中呢，十二队去啊，拄啊哩水尾，哦，啊，拄啊好，哦，啊，观光呢，伊上个地面单对水头砸水。哦，水淹七军，水淹七军啊，哦，伊就是地温为重，伊个地温水淹七军，哦，同啊将伊个七军呢，哦，同啊甲抱，哦，牵掠着，放迄落个，哦，曾经牵掠着迄落个，哦，敌军，所以讲着破敌军，这是有着大地啊吼，一段，啊来单刀赴会就是。单就是大家的信修行，单刀赴会呢？日本的当中，单刀赴会呢？一路分主，一路前进。那么一言一出，驷马难追。哦，咱捌听的哦，我估计咱拢知啦。所以讲话，咱拢做地位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观光单刀队伍的赴会主要呐，带迄个啊，秋春哦，伊的步枪呢，去到迄个循环这个所在，伊嘛知影去的时候，人会甲放开。会对伊个生命有危险，所以讲咧，伊嘛信守承诺，哦，信守承诺，我答应你个代志，哦，我着爱遵循，即个信守承诺，哦，这是安尼，我守信，所以讲伊嘛是知影危险，伊嘛是爱行，所以讲对伊足大有危险，生命拢有危险个，但会当承受着宽广，仁义礼智信哦，大仁大义咧，哦，大礼大智大信。伊清醒出来，所以讲去到遐专心一切，所以讲单刀赴会，观光修迄个心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一代圣人，伊即卖是啥？盖天高温，伊毋是关心地君尔哦，嘛毋是用上帝尔，伊搁一个佛号叫做仁义高温，哦，这种是哦，人讲灵智，哦，是归啦吼，灵智是归，仔细人是怎样？做到这，达到修得五常之德，叫严中义。所以讲来的人中，咱过去咱时阵讲，伊的精神是啥？正气参天。哦，正气参天。好，谢谢。哦。这是什么兵哦？哦，较好，较好。哦。正式，正式。然后，今日你嘛在讲，你先食吃的环境。好嘞。啊，对，一点几几呢？好，还是我讲到这就好啦。好，我想，感恩啊，谢谢啦，谢谢你。好，拍手，感恩，谢谢。好。